作为传统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我们今天进入京剧的学习。我们看纲领有四大纲领在第七页的部分，第一大纲领是修身，第二是齐家，第三治国，第四呢是平天下。在修身这个部分，又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是明理篇，第二呢是笃行篇，在《中庸》当中有提到，这个学习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个是属于解的部分。属于明理的部分，再来是笃行这是属于行的部分解行相应所以在修身上有这两个纲领。那齐家的部分就有六个纲领内容这个提纲大家可以熟悉一下像治国那就又分四个部分为政、立德、纲纪，还有敬慎那平天下的部分呢，分六个纲大家熟悉这个纲领我们在生活、工作、处事遇到一些情况，可以透过这个纲领，找到可能跟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事相应的句子，来指导我们怎么用心怎么处理事情？我们相信有传统文化就有办法，有佛法就有办法。那第一个部分修身我们先看明理篇。翻到第二页印光大师有说呢，释迦牟尼佛他讲经49年呢，从理上明理从理上讲，不离心性二字从事上讲不出因果两个字祖师他们讲话很可能呢，一句话就包含一切了。49年所说理上不离心性。就是在谈真跟妄，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让我们搞清楚。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
一切法就是所有一切万法，啊，一切人事物都包含在里面了，啊，从心想生了。啊，所以心是根本。假如我们懂这一句了，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那我们就不可能呢责怪任何人。所以明理不简单哦，明理要真正认同这一句话了。不怀疑这一句话了，好，那体会到这一句话了，哎，自己会负啊完全的责任了，啊，整个宇宙啊是我的心想啊，这个不能把责任推给他人。那心是根本呢？那我用的是真心还是妄心呢？用的是真心，依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自己的心呢。所以心用对了，这个依报，比方说这个身体，是最近的依报。啊，所以江本胜博士做的水实验，啊，生命的答案，水之道，啊，因为这个身体有70%左右，啊，小孩子更高了，啊，都是水啊。那这个实验就是，啊，用，啊，比方。啊，用字啊贴在水上面，啊，比方是贴谢谢，啊，这个水结晶啊就很漂亮，啊，比方说你贴骂他的话，那结晶就很不好了，啊，或者你对他讲话，讲好话，他的结晶也很漂亮，啊，后来，啊，我们。师长的弟子啊，啊，这个刘医师他做得更细了，他们成立啊华研实验室，将这个水实验做得更加的精准，在联合国啊都有发表，也有纪录片。啊，很多病得很重的，啊，念阿弥陀佛，这些好的意念呢，啊，身体情况转变蛮快的，啊，都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当然，有这些好的案例啊，我们也会比较有信心啊。所以，身体是依报，随着我们的心转，啊，在。扩展家庭是我们的依报，随着我的心转啊，在扩展团体是我的依报，随着我的心转。好，好，所以要用对心呢。啊，师长说的，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呢，事情就往好的方向走了。那当然，我们遇到一件事啊，首先呢，自己的心呢，不要被这一件事啊所影响了
我们因为这一件事产生情绪了，产生恐惧了，产生担忧了，那个这个心就不是真心了，是妄心了。所以不管遇到的事是什么情况，只要我们不用妄心了，用的是真心了，这一件事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那这样我们去处理事啊，就抓到根本，处理事啊，就比较简单了。修行人呢，越学越简单了，简单到呢，就是把自己的心护好。简单到啊，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两句话很有关系哦。要把心护好啊，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念阿弥陀佛，因为这颗心呢，不念阿弥陀佛啊，它就打妄想去了，就用妄心了。所以三十系念有一句话讲到了，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我们只要一不念佛了，就打妄想。而这个妄想里面呢，就像大学说的，身有所分智，则不得其正。愤智就是生气了，或者有情绪上来了，这个心就不正哦。那我们要用真心啊，首先自己不能感情用事哦，不能意气用事哦。那你说马上就不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不容易，但是知道心是根本的，自己的心只要起情绪了，赶紧阿弥陀佛，把这个情绪要扶住啊，你不能让它做大，你让它做大了，你本来是要去协助处理事情的，结果情绪控制不了了。本来要去处理事，结果跟人家吵架了，弄巧成拙了，越帮越忙了。所以这京剧啊，我们都很熟啊，但是理有顿悟啊，事要渐修啊，都要下一番功夫啊。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啊！心上要没有情绪啊，那要下很大的功夫，而且呀，要对治这个习气呀。劝发菩提心文说到了，以无量善法对治烦恼，用经教呢对治这些烦恼习气，那我们很熟悉的菩萨的德行啊，六个纲领，六度万恨。这个度啊，首先是度自己啊，自己不能度啊，而能度人，无有是处啊。就像儒家说的，这个名词不同啊，意识相近。佛家讲菩萨道，自觉觉他，
自利利他。儒家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就是自觉、自爱啊。在清明呢，是觉他、觉悟人民、觉悟众生呢。啊，止于至善，是自觉觉他都圆满了。啊，那个英雄所见略同啊。那自己不能度啊，而能度人，无有是处人。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清明，要去利人呢，是用我们的明明德啊去清明。我们有自觉了，我们才能帮助别人。我们自爱了，我们才能爱人。哦，所以一个人，假如自己的生活、身心都乱七八糟，然后他说我要去爱人，他拿什么去爱人？他不把人家带坏了就不错了。哦，哦，所以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那这个就是代表不同的身份呢，不同的行业。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自己身修了才能家齐，自己觉了才能护念好家人。好，那这个对峙啊，菩萨的六度就很展现这个对峙烦恼啊，布施对峙悭贪呢、啊，贪心嘛，舍不得 啊，比方说钱变守财奴了，不愿意给人家了。啊，持戒对治恶业，身口意的恶业，懂得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哦，而且不杀生，啊，祖师说，不恼害众生呢、啊。啊，有人因我而生烦恼。啊，那我要反省了，啊，有恼害到众生了，啊，人假如心柔软到啊，啊，不要让别人因我而生烦恼，他就不容易放纵自己的脾气呀、啊、个性了，啊，他就会调柔了，很替人家想，不然。他不替人家讲，啪一句话出去，伤到人家的心了。那有持戒的这个态度了，这个身口意啊，慢慢就摄受住了。身不造杀盗邪淫，口不造妄语两舌，其余恶口；意不贪不嗔不痴。那身口意啊，能摄受住了，摄心为戒，因戒就得定了，因定就发慧了。哎，智慧慢慢就透出来。啊，大家有没有？观察观察自己，啊，这一段期间呢，都没有发过脾气了，啊，有没有感觉在应对事的时候啊，哎，特别有灵感，啊，处理的比较稳妥，啊，假如这一段时间情绪起起伏伏啊，
那处理事就不理想。心越定，处理事啊越稳妥。所以布施度贪呢，持戒度恶业，忍辱对嗔恚。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身有所忿志，则不得而其正。那就要用忍辱啊，来对治嗔恚，对治忿志了。精进对治懈怠，懈怠也是一种习气。一懈怠了就没有恒心，没有毅力。有恒为成功之本了。一懈怠了，没有恒心了，事就做不成了。禅定对治散乱。般若呢，对治愚痴，所以这六度都是对治烦恼习气的。其实每一句经文呢，都是在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的。你说《弟子规》，父母呼，应勿缓。这一句就是对治我们。不能怠慢自己的父母啊！父母呼了，赶快啊！妈，有什么事吗？父亲有什么事吗？见人善即思齐啊！这个是对治啊，不要嫉妒人家啊！你嫉妒心服不下来啊，要去见贤思齐也不容易啊。见人恶即内省啊，这个是对治，见人恶啊，然后就产生指责对立的这些情绪上来不要向外，要向内，见人恶要向内，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所以传统文化是内学啊，要向内，不能向外。一向外了就见人家过了，一向外就着在相上。六祖大师提醒我们：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了。那大学这一句，身有所忿志，不得其正，那要下大功夫。任何情况脾气要上来，赶紧，哎呀，不能被嗔恨心控制住了，那就是妄心了。妄心火烧功德林啊。脾气稍微起来了，赶快阿弥陀佛，扶住了。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药，则不得其正。比方大家有没有经验？你突然很想吃什么？巴不得下一刻就吃，可是呢还没下班，那你还坐在办公室上，整个脑子都是在想我要去吃这个东西的情境，办公也办不下去了，你就说好药，不得其正了，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一担忧了，就烦恼做主了。理有顿悟啊，事要渐修啊。这一句大学的教诲，
都要在每一天当中锻炼，立誓练心啊。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妄心一起来，赶紧要把它扶住。啊，用佛号啊，稳住。啊，正念要现前，邪念妄念自然污染不上。啊，所以所有的经教啊，就指导我们用真心。啊，所以我们首先明理篇呢，啊，所有的教理啊，都是指导我们认识真心。那师长慈悲啊，让我们更能去关照啊，我们有没有用真心啊？所以师长用五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在境界当中，观心为要啊，自己的心有没有跟五心相应？啊，一有不相应呢，赶紧念佛，不能让这个妄心继续相续。啊，这是会用功了。啊，世上啊，不离因果两个字了。那我们知道事都不离因缘果，我们看事情就客观了。啊，现在的整个因缘的状况是怎样？客观了解情况啊，不会操之过急啊。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我现在要改善这个事啊，得从因上去改变，原因出在哪？分析清楚。啊，缘呢，因呢，可能有好几个。啊，因素，多管齐下去处理。啊，我感觉呢，这个时代双管齐下有点不够了。啊，多管齐下。好，那这个明理篇啊，首先啊，我们看这个分成呢三个部分。第一个是上道立德，这个比较强调是心性的部分。第二呢，知因是果啊，比较强调事项上。不离因果两个字。哦，丙呢是真实学问。这个学问为济世之本，要有真学问呢，才能帮得到他人，帮得到这个社会。哦，那真正的学问啊，蔡根谭说的啊，容得性情上偏私，便是一大学问。啊，就像我们刚刚提的，能把自己的愤志、好要、好要是贪呢，愤志是嗔呢，忧虑、恐惧啊，愚痴了、啊。为什么？于事无补啊。干在那里操心干什么？担忧干什么？那能调伏贪嗔痴啊，是真正的学问呢。啊，俗话说的，战胜别人一千次，不如战胜自己一次。那消得家庭内嫌隙，便是一大经纶。家里面有一些摩擦冲突，
甚至三五年亲戚之间都不讲话了。你学了传统文化之后，把家里面可能爸爸跟叔叔之间的冲突，透过你真诚感动他们，化解了，一家人重归于好了，那这个是真正的功夫，真正的学问。好，那我们看第一个呢，上道立德。这个道啊，可以是真心，这个道啊，也可以是道义、道德，都涵盖在里面的。那我们看第一句，这一句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本善真心呢，天命之谓心。儒家重要的经典一开头都讲这个，看《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大学之道，什么是大学之道？就是要恢复自己的本善，要明明德。明德就是本善。我们看这两个字，明智慧啊，就本善里面本有智慧啊。德呢，德能福报。所以本善里面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福报。那我们真的承认了，我有本善，我有明德，这个人有信心了。信心是建立在真理上。信心啊，不是建立在攀比上面。我比你有钱，我有信心了。那你假如遇到更有钱的呢？那这个信心还有吗？你因为长得漂亮有信心呢？我前不久看到一个短片呢，短片里面的人物啊，通通都是好莱坞最顶尖的演员呢。第一张照片是他们二十几岁的照片，再来慢慢变老，慢慢变老，三五秒之后变成一个老太太了。那我请问一下，这个巨星啊，到七八十岁的时候，他还有没有？因为你看我长这么漂亮，我有信心。所以佛家讲的真不变的是真，会变的都是假的。那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会变的假的东西上，它随时变化，你就没信心了。所以像我自己成长过程，我是很没信心的。首先你看我一般就有点驼背了然后又没什么才华反正参加什么比赛了从来没我的份大家就知道我要建立信心很困难看到别人这么会画画这么会弹琴，那就像我的中文不好一直是一块心病呢。
那后来呢，是因为遇到师长了，啊，师长引了佛所讲的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哦，那我们觉得自己都不想骗人，怎么可能啊？善知识会骗人，怎么可能佛会骗人呢？佛生生世世不妄语，他舌头伸出来可以把脸盖住，他怎么可能骗我？啊，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啊，佛也讲啊，三世不妄语啊，舌头可以舔到鼻尖的。哦，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一段，啊，当天有没有照照镜子？啊，然后伸舌头啊，哎呦，怎么差这么多？哎呀，过去生可能有妄语的习惯，啊，哎，过去生有啊，这一生呢，还会带着习气呀。所以我们的相啊，也在提醒我们。啊，所以佛经里面有善恶因果经啊，一个人的相貌是修来的，我只能讲到这里了，你们自己去翻吧啊。哦，再继续讲下去啊，人家听了难受，讲恼害众生。刚刚才说杀生啊，这个不杀戒就是不恼害众生。所以32相呢，都是修来的。啊，什么事啊？啊，都没有离开啊，因果两个字。好，那佛不妄语，善知识不会妄语。我们这么一想啊，啊，不怀疑啊，他们所说的啊，佛第一句话就是已经讲，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那我相信这一句话了。那第二句话也很重要啊，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啊，我不怀疑第一句话，那我自己有如来智慧德相了。但是我也知道我的障碍在哪。啊，我现在无量的智慧德能福报为什么不能起作用？因为我有障碍，我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只要我肯放下它了，我的真心就慢慢恢复了。啊，大乘起信论了。啊，马明菩萨所做的起信，显然呢，我们修学正法，信心非常重要。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我们信心一保持了，自己的善根就不断增长。哎，你对自己有信心呢，你就会很努力呀！啊，越努力，你就越提升，越提升你就越有信心了。假如一没信心啊，兵败如山倒。好，那信心就建立在真相、真理了。哎，本觉本有啊，一定可以恢复。好，不觉本无啊，一定可以去掉。啊，这个是大乘起信论的教导。好，那我们看一个公案。
二祖慧可大师去拜见达摩祖师在达摩祖师的山洞外跪了好几天后来达摩祖师出定了面壁九年出定了问他你跪了那么久是不是有什么事二祖说我的心不安求大师为我安心达摩祖师把手伸出来你将心拿来老僧帮你安慧可大师说我怎么找不到我不安的心呢达摩祖师说我帮你安好了这个故事大家听过吧那我们的心安好了没有找不到假的嘛所以它叫妄啊妄虚妄啊假的你把它当真它就障碍你哎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啦我改不了了你看你把假的东西当真了它就一直障碍你你知道它是假的它就影响不了你再做一个比喻比方说这个妄心是烦恼烦恼贼啊贼是虚的做贼心虚啊那这个贼啊要爬进你家了他爬墙呢他是心虚啊你这个主人坐在家里面桌子一拍啪这个贼就从墙上掉下去了所以正念现前邪念就污染不上所以知道妄心是假的假的东西一定可以去掉不觉本无一定可以去除所以我们在境界当中不让妄心做主所以一定要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要把正念提起来把佛号提起来好妄想千般都不管一声佛号要分明止贵愿力强止住妄念最重要愿力要强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啊我不想再搞轮回了以身信愿持佛名号我要庄身于千古圣贤之列了我要出轮回不愿为随波逐浪之人了有发这个出离的愿了这个就是菩提心了只贵愿力强哪怕妄想多善乱故成病分别易入迷净缘无好丑佛号一扫过句句念能真决定出娑婆这都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教导好我们来看第一句认识自己天命之谓性这个天就有自然本来就具备的意思了所以人人本具纯净纯善
称为自性，所以这个性就是指本有的自性真心了。率性之谓道，率是循呢，依循，依照，我们随顺自性呢，皆能学为圣贤，皆能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啊，这个称之为道，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修养道德，自然能够感化别人，这个称为教，教化，但这个教字啊，有没有口啊？没有，所以要认识清楚。我有时候遇到一些家长，他说：“我给孩子都讲了好多遍了，他就是不听啊。”那可能我们的认知是，教孩子是什么？讲了很多遍了，我们的认知观念不对哦，要修行就难了，所以修行首重正知见，我们的思想观念要正确，比方说对于教，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汉字里面有智慧啊，这个教左边两个叉，下面一个小孩。说文解字讲的上所思，下所效，所以那两个叉，第一个叉就是父母老师领导者画的嘛，底下那个叉小孩下属很自然效法的。右边一个手拿着树枝，代表什么？耳提面命，很有耐性。一个字啊，够用了。我们在任何的境界，只要用这个字来反省，就能让我们从烦恼当中啊回头了。左边告诉我们以身作则，身教。家里人不听我的话，我问自己，我有没有以身作则？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都不是从小学传统文化。我们还没学传统文化以前，也染上一些习气了。当我们不把这些习气改掉啊，那我们家里的人会觉得传统文化很殊胜吗？学了之后没有变好啊，反而变得会要求我们了，那人家接受不了了。所以首先自己要以身作则，首先自己要格物啊，要改习气啊。我们改的越多，那家里的人刮目相看啊，对自己对传统文化更有信心呢。所以这个教字左边提醒我们，我们做得够吗？要赶紧把功夫下在修身上，下在提升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下在用真心呢，
医报随着正报转。啊，哎，我真的很努力在以身作则了。啊，那右边告诉我们要有耐心，哦，不要着急。啊，因为你一没有耐性呢，一定是脾气做主的。所以你任何时候可以把以身作则跟耐性提起来，妄这个妄心就牵制不了你，你的正念就提起来。其实我们学的够用了，是我们在境界当中没有率性之谓道啊，我们得要随顺自性了，不能随顺烦恼习气呀。所以这个教一定是正己化人。化人是自自然然的啊，不是去控制要求出来。那接着说，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道啊，无所不在啊，片刻啊都不能离啊。道就是真心啊，真心能不能离开啊？妄思菩提心，菩提心是真心啊，菩提心就是道啊。妄思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所以真心不能离啊。刚刚我们也举了三十七念说的，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离了真心呢，那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了。所以真心片刻不能离啊，可离非道也啊，能够离开了，那就不是在修道了。所以真心呢要保持。那保持最好的方法了，随忙随闲，不离弥陀名号啊。平常没事的时候，佛号不要间断。若要佛不离口啊，先须诸不离手，要念习惯了啊。所以这个修道的过程呢，夏莲居老居士教导：身处转熟，熟处转身。我们现在在修道啊。我们本来这个贪嗔痴的念头比较强，比较熟啊，慢慢慢慢要陌生了。哎呀，我好久没发脾气了，那这个是修道的状态。那熟处，熟深处要转熟，本来正念比较提不起来。佛号比较提不起来，慢慢要提得起来。那要佛号不离口，也要用善巧的方法，拿着佛珠啊，你按着就提醒自己，哎呦，别打妄想，要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我们有同参道友一起约每天念五千声念几千声佛号，
这也是善有为一啊，互相督促啊。但是大家可不能用好胜心去念啊。念一万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非念的比你多不可。啊，你用错了心就不是修行了。啊，是心去做佛啊，是用真心才能做佛。啊，甚至于哎呀，一万了，啊，念得很着急，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啊，念的心越来越慌了啊，念到心都快跳出来了，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啊，透过念佛啊，深深唤醒自己啊，不是越念。这个心越着急啊，深深唤醒自己，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啊，弘明正章自性。好，好，我们看第二句啊，这一句也很重要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呢应该效法大地，大地啊安静和柔，所以一般呢用地来比喻母亲啊。哦，我看到这个安静和柔啊，哎，想到自己的母亲呢，很柔和，这一生呢没见过我妈妈发脾气，啊，也没见过妈妈讲一句啊很冲的话，没听过，啊，人家对他发脾气的，他就是不说话。啊，连我们小孩对他发脾气了，他不说话。啊，过了一会啊，我们自己当孩子的不好意思了，惭愧了，啊，给他道歉。所以这个柔弱胜刚强啊，啊，这个安静和柔啊，很重要。劳而不怨，你看大地啊，生养万物啊，随时都在滋养万物，都没有停呢。他不埋怨，就像母亲起得早，睡得晚，都在为整个家付出啊，都没有抱怨。有功而不宣。大地从来不邀功啊，就像母亲为我们付出这么多，她都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她把我们看作一体啊，那左手帮助右手，哪有放在心上？自自然然。啊，假如这个左手帮助右手，然后都记录下来，哎，我帮你五次的，啊，算一下，你应该付我人民币200块钱，啊，那这个身体就出问题，那地呀，法天，天呢，施予万物啊，不求报，生长万物。所以这个天地的无私啊，我们都应该效法。好，今天呢时间到了啊，跟大家告一下假啊，因为陈德要到
澳洲啊去一趟，哦，那刚好那边的邀约有一些事，行程也很满，哦，所以我们下一次上课呢，啊，我们调整礼拜四、礼拜五啊，来上这个群书这样，礼拜二、礼拜三呢，我们上佛家的经典，礼拜四、礼拜五啊，我们上群书之要，啊，不然这个跳来跳去啊，这个啊脑子会有点晕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调整一下啊。那这一段期间呢，群书之要学习不能中断啊，啊，承德刚好前一阵子啊。啊，有上了几十节课群书之要，这个把链接啊发给大家啊，大家可以啊做参考。哎，道也者不可虚与离，群书之要呢学习啊也不可以放假啊，哦，哎，哪怕啊春节啊，哇，这么多静缘，大家齐聚一堂，要用群书之要来思维啊，来讲话，不兴事语，要在正论啊，跟亲戚朋友有这个相聚交谈的机会，顺势而为啊，把群书之要供养给他们啊，因为现在人呢，心有千千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所以把智慧把经典供养给亲戚朋友，这是刻不容缓。那当然也要柔软啊，不要介绍的让人家很反感，就适得其反，顺势而为。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